尽道之堂，我来了。据说这里有着12位陀螺尊师，各自都有着属于自己的陀螺机械兽神。赤炎神龙，就让我来会一会他们吧。他终于来了。真心急呀、啊、就让我来看看你有什么本事吧。请问阁下就是陀螺尊使吗？哪儿来的宵小之辈，竟敢挑战本尊使？我是玉衡子，是来挑战你们的。哼，我是要成为最强陀螺王的人。就凭你？我告诉你，我可是很厉害的。哦，既然如此，那就让我看看你的实力如何吧。就让你开开眼界吧。花里胡哨，少废话，来吧。力量挺强的吧，不过我的烈压战神可是用的原点脱肩，再加上烈压战神本来的防御属性，你是破解不了的，看来很快就结束了，识趣的就趁现在离开吧。哼，说什么呢，我还没出招呢。上吧，赤炎神龙。哼，不识抬举，烈压战神雷端。什么？还好，不能硬碰硬。到底哪里有破绽呢？我的烈牙战神在防御方面可是首屈一指，你是打不动他的。是吗？那尝尝这一招吧。什么？竟然能打得动烈牙战神？何止打得动，我还要打破它呢。哼，那就来决一胜负吧。正有此意，决一胜负吧。终结他，烈牙战神。胜了，赤炎神龙。为了成为最强的陀螺王，我是不会在这里倒下的。击毁他，赤炎神龙。
哦，我赢了！承让，那我可以去上一层了吧？去吧。多谢尊师指教。我果然很强哦。可别得意忘形啊，这往上走高手多着呢。知道了、谢谢前辈提醒、我先走了。哼，看来来了个有趣的家伙。让我来会会他。镜子还是三面，这尊使是不是太自恋了？哦，来了。你觉得哪个才是真正的我呢？我怎么知道啊？不过，不管你是真是假，我都会挑战成功的。哟，还挺有自信的。来吧，有什么招式，尽管使出来吧。就让我看看你能否辨真假。笑龙金刚，进分获胜。什么？怎么有三个陀螺？哼，不管你来几个，我都会一一击破。赤炎神龙胜。怎么碰不到啊？难道是幻象？看来他要用那一招了。哼，看好了，我可不会藏着掖着，从来都是一招必杀，笑龙金刚。好强！可幻象不等于无中生有，一定会有真身。可哪个才是真身呢？哼，真真假假，笑龙金刚的幻象能力真假莫辨，你是破解不了的，认输吧。哼，认输？不可能的，这辈子都不可能。我已经想好怎样打败你了。哦。他会怎么做呢？既然这样，那就来吧！看我一招破局，赤炎神龙！承让了。能这么短时间想出破局之法，悟性可嘉呀。多谢夸奖，那我上去了。嗯，祝你顺利。哈哈哈哈，终于到我了。哼，说别人，自己不也很急吗？嗯，人呢？你是晚辈，来吧，我已经迫不及待了，来吧，痛痛快快的来一场吧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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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这位尊使有点怪，不过正合我意，痛痛快快来一场吧。这股力量跟前面的两位尊使完全不一样。既然你不先出手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像前面两位一样心慈手软。哼，我可不需要你们心慈手软。就让你看看我的怒火吧，赤炎神龙。看来你的怒火还不够猛烈呀，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怒火吧。怎么办？看来你该回家了。